龙族人搭鲁王光路判刑定谳，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之后，最高法院裁定停止审判，并申请大法官释宪，创下台湾司法首例，凸显野保法、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抵触原住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。立院开议，相关法律是否有修法的可能性？族人对于狩猎文化的传承与部落自主管理的看法又是什么呢？请锁定部落大小声。